哎，大家好啊！台风过后啊，终于忍不住又下水了，因为看那个即时影像哈，觉得哎，水很像突然就干净了，那就要下水啦。不下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说晚上我就刚下水，打了两只，然后猪鬼，人家说这是猪鬼啦，那正确的哈，正确的应该，如果有人知道的话，麻烦底下留言一下。看是什么东西，哎，平面。猪鬼啊！哦，真的中，平面拍。好，那我们来称重了。全部10公斤啊！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拍到，10.9，快11公斤了哈，快11公斤了，台斤多少？台斤18.5。台斤18.5，那这个哈，冰到明天哦，一定会很神奇的缩水，所以说可能明天变18而已，公斤就10.9啊，好。耶、yeah ！往头这边拍，耶、yeah ！
Thank you.